叫陈冠希，跟我念一遍。什么大象眼睛不见？还记得他吗？那个改变亚洲潮流的男人，跨足嘻哈音乐与时尚的叛逆浪子。回归家庭多年的陈冠希，近来复出动作频频，并将在5月25日现身桃园太空港音乐艺术嘉年华。我是陈冠希，我走过很多路，包括弯路，我碰到了很多人，包括一些很坏的人。加拿大出生的陈冠希，1999年19岁回香港拍摄广告时被挖掘。20岁乐坛出道后，持续推广香港嘻哈音乐文化。2004年，陈冠希与 MC 人陈奂仁等人合作推出第一张粤语唱片《Please Steal This Album》，当中的《香港第一》推出就成为叱咤乐坛流行榜的第一名。隔年推出的专辑大胆将社会议题写入音乐，把 hiphop 曲风带入香港主流乐坛之中。不做车手，做豆腐佬。陈冠希进军影坛也有亮丽表现，先后演出《九个女仔一只鬼》《无间道》《头文字 D》都大受欢迎。2007年，陈冠希暌违3年再度出国语专辑，其中经典记得我妈一曲让人印象最深刻。我知道你们都好奇，3年来冠希到底去了哪里，那么不如先让硬皇告诉你。2008年，陈冠希因私密照遭外流，宣布无限期退出香港演艺圈，当时的道歉记者会也被称为教科书等级。别怕失败，大不了从头来过，你懂的。沉寂多年的陈冠希，2010年找来 MC Hot Dog 担纲制作人，并推出全新专辑《Confusion》，向众人宣告回归。我叫做陈冠希，和你一样，我有痛苦和压力，也想过要放弃。其中充满 J 式风格的抒情饶舌歌《I Can Fly》，我可以。此曲由华语天王周杰伦打造，证明了陈冠希除了念还是可以唱的。我告诉自己。2012年，与两位圈内好友 MC 人及厨房仔组成嘻哈限定团三角度，也堪称嘻哈界黄金组合。如今陈冠希惊喜宣告在5月25日登上太空港音乐艺术嘉年华舞台压轴献唱，并合体嘻哈限定团三角度 三 Corners， 这也是陈冠希出道24年来首次在台湾公开演出，让不少粉丝相当期待。现在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做爸爸了，就没那么容易生气了，就比较有 patience， 就看事情看世界就比较宽了。除了陈冠希一个角度，我就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的角度，我才会做一个判断吧。可能2008年的时候，很多人会觉得陈冠希已经结束了或者没了。不过我没有放弃，我没有迷路。要教育好 Alaya， 也需要做一个例子，一个 example 给他。所以啊，就慢慢，我的火就变小了。街上碰到我的人应该也知道，因为现在我比较温暖了，比较接受去跟人家拍照啊，说 hello 啊。除了潮流男神陈冠希外，太空港也网罗中国知名嘻哈歌手 PG1， 韩国嘻哈厂牌 ATAREA， 势必再次造成嘻哈乐迷朝圣热潮。